公众场合请不要外放。我自己的手机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哼，小雨，你就算是钱多你也不能乱花。我没有，我就是看那个奶奶没钱买票回家，把钱借给她。我怎么不知道买个票要10000块钱啊？那能买多少罐头了？她说要坐头等舱，别的坐不惯。我给了她银行卡号，她说回家就还我的。那她还你了你再回来。沈天真的是这样吗？哼，还要跟上吗？你要再偷拍就不是拘留几天的事。沈天，你看，我就说世界上没那么多坏人吧。那是你幸运。周款10000元。怎么又来10000？狗哥，借我10000块钱，我要帮一个傻子。